我们的王米。好几千天了，计算一下，好几千天，十年了，快要一千天了，快要一千天了，三年。这个数学家。对呀，人才。我第一次恋爱的我是国二的时候，所以有最初第一次吗？国二的时候，因为那时候年纪很小，所以很多事情都是第一次。现在呢，我是你们的经纪人，会有五个男生，还有四个女生，对，因为很密集的相处，所以其实老实说，还蛮容易产生情愫。等一下会让你们先盲选，然后就是写对这个人的感觉，然后还有排名。你是填我第一顺位吗 ？Yes。没有，那我。你是第一顺位啊！我就说我那时候听到转调的时候，觉得天哪，这人好厉害。你什么座？天蝎座。啊，天蝎座。对。哎，天蝎座很棒哎！以前喜欢过我男朋友天蝎座。就如果要手，我就手就停，然后就结束。我觉得难忘的恋情，我可以写你，我可以写三首。真的是草海瓜子，太有想法了。哎，你不等我，你是不是谈恋爱不是会等女朋友的那一种？我会啊。从小细节看。哦。就是我就觉得他好像跟我相处没有很开心。跟这个朵莉一起，男生是。哇！我觉得你想啊，我没有学过那一段话，你想。其他人都是成双成对这样出入，然后就要想办法压抑自己情绪的波动。没什么进度哎。哦，你说做音乐吗？我现在也没什么进度。就是到现在为止还没有、但你们有开心的进度啊，这样子就是看你们一堆堆进来，然后我是真的蛮崩溃的，要哭，这我不想让我这一面让大家知道，我现在很想要躲起来。我觉得跟韵凡一起出去还蛮轻松的，他很多，但我很安静，所以就是还蛮互补的。目前相处到现在，我觉得我们都很开心。可能我们刚开始相处很像好兄弟吧，现在好像不会这样，会有一点害羞，因为他就是真的准备很多东西，然后都是很浮夸，然后很浪漫的。不过我觉得啊，在创作过程中彼此都有一些。At least from my side, 我有一些 you know, feeling. 哎，我真的要哭了。没关系。哎，好舍不得哦。夕阳消失在你我的眼中，可惜这个夏天我没有办法带你走回想起匆匆那年，青春无知的懵懂，承诺你再美，我们都不相信的。各位的作品，我们有请到四位非常专业的音乐制作人帮大家做一些排序。你们还记得我们的缘分是今生难得的快乐。为你唱情歌，谢谢你让我懂得人生最。